静静听着，爱人，我为你唱一首爱歌。当你明晨醒过来，再也寻不到我的踪影，你会知道我已离你远去。天涯相逢，你我会在天涯相逢。你剛才的明日天涯是投射了什麼在影像上？很情感的東西融入了骨髓裡面，我又不知道怎樣去很細節地說出來。不是，我剛才就好像看到你的骨髓，對吧？是不是彭嘉麗老師幫你抽骨髓？幫我細緻了很多位置。那要看看骨髓夾不夾，看看一下分數先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 好了，有请评审肥妈。佢第一，佢好投入，好成。有好多人咧會話咧，或者會話佢個唱法個震音係比較古老啲，但係佢後邊嗰有幾個好美聲。不要悲傷，即係呢首歌嗰個澎湃啊！佢唱到出嚟嘅骨子里就一定有嘅，即係咪你條骨髓咧？我就唔係好清楚。骨子里邊你係攞咗出嚟嘅，好正！我好中，我個人好中意。嗱，呢啲就係 Phantom of the Roman 啦。嗱，其實我開頭咧唔係好 buy 嘅，一定一入嚟咁我就哇咩啊！我即刻同阿伍常望住啊，莫華倫出咗嚟咁。咁我覺得我客觀啲，其實你係技術性咧係 OK 嘅。當然，我會希望你攞個平衡，將首歌做翻個層次感，前邊唔使去到咁多住嘅，可能可以做啲漸 I run， 咁呢啲係咪好過 I run？ 即係成件事你會 lead 住我哋入去啊！如果你做到我頭先講嗰隻嘢，20分都有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張學峰老師，你首歌個演繹係太 dramatized 噶，點解都會唔低分咧？特別咧就係你啲高音嘅部分啦，喂，嗰幾個高音我真係好難唔俾一個高分俾你喎。嗰個共鳴位咧好靚，你今次用咗呢個方式咧去演繹呢一首歌咧，有個風險，有啲人會好喜歡，有啲人會好唔喜歡。好唔喜歡。包括你係咪想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？ 我想每一次都以唔同嘅面目去。其實咧喺如果你開演唱會咧係非常之 appreciate， 但係呢個係比賽。係。我知道，我其實覺得好嘈，唔好意思。唱歌我成日都講，最緊要係感動。你個技巧幾好都好，我唔感動，我好難俾到高分。調翻轉，你冇乜技巧，但我可以好感動，我會俾到高分。明白。所以，其實15分都唔係好低嘅啫喎。
係啊，算係高噶啦，高過十四分好多。係牛河。係。你今次成功抽咗牛骨髓出嚟。係。係咪啊？多謝彭嘉麗老師。OK。多謝。恭喜曬。多謝老師，多謝。